说，看现在韩国瑜复出浮选，昨天你们刚好是一北一南，你觉得这是分进合集吗？还是尬场？其实，在选举的过程当中，朋友都是团结在一起的嘛。我跟很多的各地方，不管是我们党内的，甚至包括很多党外的朋友，我们大概都很熟悉。面对选举，大家都是众志成城，同心齐力，然后希望我们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候选人能够当选。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你们现在好像是2024卡位战前哨战，你觉得有这个意味吗？我最重要的还是好好的把握当下。我现在在选2022的新北市的市长，我好好的努力拼市政以外，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好我自己的角色，好好把握当下，努力认真做事。那最近会有机会跟韩国瑜同台吗？在过程当中，我一切会团结面对所有的挑战。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韩国瑜啊！谢谢。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各位热情的台北市大安文山区所有的乡亲父老，所有的兄弟姐妹，大家好，好。我们今天最主要，我们的男主角台北市议会大家长陈景祥陈议长，盛文副主席黄女主委，我们川博四川副市长，各位在座所有的里长，还有各位在座所有的资深民意代表、现任的代表，各位社团的负责人，最重要，今天来挺咱景祥议长的所有的乡亲好朋友，大家好，好。我本来站在陈议长旁边，想要讲两个温馨感人的小故事。被我们连胜文副主席一讲完，我热血澎湃，差点想要唱夜袭了。唱歌，唱歌，唱歌。今天为什么我为文林拼了台北，参加我们陈议长的竞选总部，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五年多前，我在台北农餐桌中给列席，被台北市一位议员呐、啊，王志坚把我调到议会去。哦。那个议员哦，凶到木栅动物园的老虎哦，看到王世坚都不敢讲，不敢叫，噼里啪啦啪啦噼里，大家持续的头昏脑胀。然后呢，我们景祥那个时候议长呢，私底下过来说，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这份情放在国瑜的心中，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我特别谢谢景祥议长，不管是关心我个人。关心我们台北农产公司这份情，在那个时间是多么的珍贵。第二个，景祥议长过去七届，你大安文山那些在人拢知影，你叫阿沙里，恭维的盛威，这种议长的风格，做人的处事，读破古今中外万卷书，浓缩起来只有四个字：做人处事。景祥议长的做人处事完全没有话讲，谢谢人，大家都好乐，咱拍拍手好不好？跟大安文山区各位乡亲报告，大家很幸运，因为我们这个选区有议会的大家长，很多民众投票投一辈子，搞不清楚那个圆跟长到底有什么差别。今天我跟你说，请错了，这个圆呢、啊、没有权力，议员、立法委员，他是圆的，他只有监督的权。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民意代表，他服务处里面都有看那个目标，叫为民喉舌。为什么？他手头没有权力，他必须要把选区的声音大声的讲出去，让行政部门接受到这个讯号。开始编列预算，解决地方的困难，所以员就没有任何权利，只有监督审查的权利。
那中国制、中国官僚体系非常奥妙，谁有权利？长的有权利，警察局局长哦，这个长有权利，派出所所长长有权利，台北市长长就有权利。你看警察局警政委员要打都怎样，没有权利。但是台北市议会唯一有长的是谁？所以各位大安文山区各位乡亲啊，我们非常的幸运，因为咱在地有台北市议会大家长。过去一届台北市议会，大家都知影，吴碧珠议长、陈建志议长、张建邦议长，都啊林品珍议长，哇，大家都话最跟当，都是一言九鼎。这个当议会的议长，我刚刚讲像王世坚那种议员那么凶悍。不同的党派，不同的选区，不同的性别，不同的思维，做一定要太巧了，他要把每一项都巧得齁谁齁谁，让市政府可以顺利的运作。我们时常讲画龙点睛呢、啊，这条龙再会飞啊，眼睛不点起来，这条龙没办法飞，他看不清楚。台北市政府再厉害，没有议长跟议员的配合，市政府是没有办法动。所以大安文山。让他跳秀，陈景祥议长在这边做人阿三里，做事情干净利落，对乡亲充满了热情。我们在北农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经验，了解到一句话：天地可破，热情不破；天会破，女娲补天呐、啊；地会破，陨石撞地球啊；地也会破，但是什么不会破？热情不破。陈议长散发的热情。对我们大安文山充满了责任感，对于朋友有够重情重义，真的是有议会大家长的风范。这次抽到20号，各位乡亲，选举非常的危险，太多人激烈竞争，议长呢，你拿做打个定，他又不好意思，脸皮又薄，感觉让人家议员在那边冲，他一定很不好意思。我怎样做一定有人敢扣，他会变得好像跟其他议员在抢票。可是我们的乡亲要擦亮眼睛，然后怎样？我们大安文山不光是要选出咱家的议员，我们还要选出台北市议会的大家长陈议长，对不对？对。再一次祝福我们大安文山的好朋友，台北就是台湾的名片，台湾的名片就是台北，台北发光发。台湾就阿光发热，遇到全世界各国所有的好朋友，你说你台北来，你就知道你台湾来。所以台北的市长拜托大家支持最优秀最认真的蒋万安，好不好？好，代表我们台北市民，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朱立伦蒋万安，朱立伦，蒋万安，朱立伦，蒋万安，朱立伦。哎，你有没有听到我在讲你好话？这是发自心里的。蒋万安委员，擦亮台北市这张代表台湾的名片。三件事。蒋万安委员当上台北市长，我有信心他一定会做得非常好。第一，确定台北市发展的总目标是什么，次要目标是什么。台北市一定要做全国最棒的国际化都市，对不对？对。定好次要目标，那个韩国韩剧我每次看我就很感慨，5000万人南韩，他的朝鲜话没有几个懂，他的电视电影剧可以全世界这么轰动，台北可不可以做？当然可以做。所以我们的主目标、次目标，华人最大的电影、电视、戏剧，当然可以放台北。香港苏富比拍卖这么多艺术品、文物品都在香港，台北当然可以承认华人世界最大的艺术品、文物的拍卖。蒋万安当市长，确定目标这是第一件事情，重要。第二件事情，我对蒋万安委员担任台北市长，以身作则，清廉。不贪污，勤政爱民，有绝对信心，对不对？
三件事情，蒋万安当上市长，找到一群最优秀的团队，配合他达到台北市未来发展的城市总目标，我们对蒋万安深具信心，对不对？对。祝福我们陈启祥议长，帮文山的乡亲选票集中，不光是选一个议员，同时选一个议长，帮文山区所有的乡亲、台北市民朋友支持一位最优秀的市长候选人蒋万安，拜托大家，谢谢。谢谢，来，请韩国瑜先生留步，来给陈启祥致送，包送吉祥物。阿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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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给相关的人家连胜文。严胜文，南台北都给严胜文祝送吉祥物。嗯，来，来，阿雄，阿雄，到算阿雄，到算阿雄。咱现场在场，蒋万安市长，中国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咱在地的立法委员赖世宝、林义华，搁咱上届尊敬的国民大会的主席陈进长、金永杰啊，我那在场，也搁有咱主花会的主任徐以真也在我们现场。咱今嘛继续要来请登记第六号台北市长竞选登记第六号蒋万安来甲大家拜托，来蒋万安。我看到你面带光，不用担心紧张。谢谢，感谢，伊拉里陈景祥，本主席，韩国瑜市长。还有我们台北市长部黄旅主委、赖世宝委员、林义华委员，以及我身旁我非常好的朋友连胜文副主席、李四川副市长、徐宇珍主委，还有我们陈金亮议长，现场非常多我们地方的主委、各位里长，现场所有坚定支持我们陈景祥议长的各位乡亲、好朋友，各位乡亲士大，大家感恩，大家好。来赶到我们景祥议长总部成立的大会，今天是黄金周的黄金日，非常多。议员总部成立，家家大概就有十几个，但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到议长这个场子来。我想不只是大家对于议长多年来服务地方的肯定，其实万安来，我要表达最深的感谢。为什么？甲人即靠，寒人即到，就是要饮水思源。要怀感念之心，以及我头一次出来选立委的时阵，我拜访议长，议长拍拍我，你这少年人没歹，我非常感谢。准备要踏入政坛的时候，这位前辈拉了我一把，给万安提醒，这就是议长，他即便这么资深。还是不断愿意培养年轻人，提携后进，我点滴在心头。所以无论如何，要给议长最大的支持，最大的力量，也要恳请大家支持我们陈景祥议长，好不好？陈景祥，陈景祥，总算，陈景祥，总算，陈景祥，总算。另外，我这一次决定参选台北市长。我也来跟议长报告，也跟他请托，在他的办公室，
他给万安非常多建议，因为他对于台北市政太熟悉，对于议会的运作也了如指掌，对于相关预算的审查以及如何帮市民朋友看紧荷包，他真的是说到做到。所以他也告诉我，未来在台北市不只是大安文山哪里需要具体的建设，哪些需要做一些改善，包括交通，包括治水，包括都更。我发现前辈真的是有一套，对于市政谈起来啊非常熟稔，啊条条有理，所以让我收获很多，也看得出来议长对万安有很深的期待，所以我也绝对不会辜负议长对我深刻的期待。我也非常希望议长能够继续在议会带领着大家继续让台北市往前迈进，好不好？我们绝对需要一位稳健有经验对市政熟悉的议长能够在台北市议会继续为市民服务。这一次的选举这个选举大家都知道真的很拼，不管是台北市市长的选举还是我们议员的选举，我想大家也感受到不止竞争激烈，我想你们打开电视打开手机，透过群组各式各样的讯息，媒体的报道，政论节目的谈话，这一次的选举这样的选风其实真的非常的恶质。我们的对手民进党他可以透过特定的媒体，透过网络侧翼来刻意的造谣抹黑，恶意的攻击。我们唯一的办法各位就是用你们手中这一张选票告诉这个政府，告诉所有台湾的人民，我们坚定站在真理公义这一方，对抗邪恶恶质的选举文化，好不好？蒋万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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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万安。所以马安迪将爱拜托苏武雄清启端，这次台北市市长的选举跟我支持，我是6号66大顺台北朱文啊，安尼对不对？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们陈景祥议长，绝对要把集中选票集中哦，给我们到 U 票到传团，蒋万安一票，陈景祥一票，陈景祥一票，蒋万安一票，好不好？更重要的，一直以来协助我们台北市往前迈进、不断发展，是我们许多基层在前线为乡亲服务的里长们，打给泡泡姐好不好？让我们所有的里长能够高票当选，好不好？好，我喊里长，大家喊全力打，里长全力打，里长全力打，里长。全员打，里长，里长，里长，全员打，全员打，全员打，拜托大家，让我们好的议员、好的里长能够顺利连任，而且陈景祥议长，各位，不只要让他连任，一定要高票连任，才表达我们对议长过去的付出奉献最大的肯定。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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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蒋万安，斗胜！蒋万安，斗胜！蒋万安，斗胜！陈景祥，斗胜！陈景祥，斗胜！陈景祥，斗胜！谢谢，三位兄长，韩国瑜、蒋万安、党英，各爱去为咱的同志、为咱的好朋友来补选，咱来恭上韩国瑜、蒋万安，安尼好冇？好，我们大家一起，现在再喊一次，蒋万安当选，我们也谢谢韩国瑜市长，好不好？蒋万安动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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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胜动胜，我们用掌声谢谢韩国瑜，韩市长，谢谢啊。
赶快去赶，拜托拜托，赶快去赶。